面条加大闸蟹等于什么？是的，等于蟹黄蟹粉捞面。但是这也太坨了吧。哎，外卖吗？路上时间比较久，花时间拌匀一下，一下下。哇，好好吃，出个视频吧。首先准备适量的新鲜到冒泡的大闸蟹，过水清洗，重点是刷洗干净，爪爪上的毛毛也要刷干净，虽然怪怪的感觉。刷好之后排排坐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、六只，然后打开大闸蟹大礼包，里面有拆蟹三件套、暖胃的姜茶、提鲜提味的蟹醋、蒸蟹用的紫苏包。起锅烧水，放入紫苏包。怕烫的我，冷水下好了盘子，水沸下大闸蟹，肚子盖朝上，盖好锅盖之后，可以偷偷观察一下。好啦，时间到了，开盖取蟹，放凉。哇，金灿灿的蟹膏，金灿灿的秋天，金灿灿的盘子装着金灿灿的大闸蟹。嗯，好了，回到现实，开启漫长的拆蟹岁月，去掉束缚，剪掉大长腿，咔咔咔。然后去蟹嘴、蟹腮、蟹心、蟹胃，将蟹腿分别剪成三段，最末一节腿可充当工具。先用蟹脚尖把蟹腿中间段的肉捅出来，再用蟹脚粗的那一段把最前面的粗短肉捅出来。啪嗒，这是战利品，蟹粉蟹肉。Nice。 另起一锅烧水煮面，面条捞起之后用少量的油拌匀，再起一个小锅，下油煎一下蟹壳。炒一下蟹粉，喜欢的话可以搓碎一点，炒散一点。外面卖的太碎了，一克拉以下的都不值钱。这次我自己做，我要一整块的蟹黄。最后加适量的水、食盐和芝麻油提鲜提味，水淀粉收汁。嗯 ，nice。蟹黄蟹粉准备好了，冲一杯姜茶，摆一摆蟹醋。然后就可以开始捞面了。哇，这一锅都是我的，随便盖，慢慢盖，甚至还可以盖装盖。啊，你也来一块吧。 Nice， 吃了这么多大闸蟹，最后别忘了来杯姜茶哦。